这肯定是敌人，快跑快跑快跑！战神，来，我来了。完了完了完了！这帮，这个狗。我来了我来了啊！我升一下级啊！我操，升级2000多血啊！神兽来了！神兽卡住了。我们的齐白龙很多的，没事。来爷，我操，加一妈66%的攻击力啊！我看一下，我看看攻击力啊。太他妈牛逼了，我操！楚大，快救命救命！哇，30多攻击力，好来了。垃圾，看我一口终结他年轻的生命。哈，一口，我操，一口啊！一口啊！好了好了好了，我的妈！我这攻击力加到几千呢？这我操，2000的攻击力！我这升了几级？2000的攻击力啊！我的天！秒杀！我操，秒杀！我就是一口啊！我152级级吧，我一口啊！我操，一口啊！战神呐、啊，战神！一口啊，青蛙拉起，不要了，我操，这个牛逼啊，2000多攻击力齐白龙啊，等一下我看啊，我把攻击力加到3000，然后全部堆血，攻击力加到3000，全部堆血，我操，一口，妈一口一片，一口一片，我牛逼啊，我操，太慢了，等一下，我下水就快了，我下水就快了，这边好像不是海，下海就很快。慢，他肯定没有霸王龙快啊！他肯定没有霸王龙快，但是他牛逼啊！都是一口，都是一口，我操，都是一口，咬什么都一口。几？两，我升了几级？2000多攻击力，你妈一口一个，打什么都一口，无敌，神器啊！能不能逮几个霸王龙？别我，升点级，加速度，不加速度。加速，加什么速度？加速度有什么用？看一下啊，加速度才2%，不行。攻击加到3000，浪费。我只能升100级，龙只能升100级，加速度干嘛？不加速度爆！哎呀，你加这么点速度没有屌用。三代龙就是咬。这冬天不太冷，齐白龙水上很快的，在水上很快，就是能真的就是游到海底啊，很快啊，速度很快，它比船比那个霸王龙快多。那路上的话它确实很慢，它确实不快，但是很牛逼啊，牛逼，我操！啊，天天妹子，嗯，你没有带龙过来吗？我跟丢你了，我就到前面，往一直往前走就可以了。我要找霸王龙，顺便给这个升点级。然后我在耐力啊，自己看多少。蓝色。我不加他2600。看这耐力，都出了极品的神器神兽。负重了是吧？我操，好了，天黑了，要不要给他加点负重呢？这个龙负重点一点才几十啊，负重没有必要啊，丢点肉。太彪悍了，太彪悍了！攻击力3000够了吧？3000应该够了。谁有计算机啊？这个帮我算一下，3000攻击咬一口多少血？那你妈这齐白龙已经
已经，我爹妈已经疯了，这脊背龙已经疯了，这个太牛逼了，哎，好黑好黑啊，天天妹子好黑，不加移速不加移速，等会加到3000剩我是112的霸王龙。旺子啊，前面有霸王龙吗？旺子啊，前面有霸王龙吗？一分钟天亮很快啊，一分钟可以一会儿可以干一下，可以干日本人。哎，我们现在这样的啊，就是今天晚上1点钟啊，我们是还训几头像这样的牛逼的龙去干日本人，还是现在直接去干日本人，你们说吧。一口一个160的翼龙，一口我操160的翼龙啊，可惜了啊，极品极品。哇，这好多鱼肉啊，这好多鱼肉，再训几头是吧，我看看这一路走过去有没有，有没有，移速好慢，哈哈哈哈，移速好慢，哎呀，这个是真牛逼啊，这个真牛逼，两口梁龙，两口，哇，这个好肉的梁龙，超肉的，我把鱼肉丢一点嘛，这个鱼肉真没什么屌用啊，真的不应该打鱼，鱼肉没有叠加，不能叠加啊，别丢啊，把给我，太多了，你这都要啊，别丢啊，给我，处境的坐骑怎么死了，死于216级，老外吗，日本人吗，日本人来了，日本人来了，丢点鱼，他这个就写被杀，我看部落管理没写被谁杀，哦，应该是被野生龙杀了，野生龙血是也是日本的，我丢了1400的鱼肉，1500的鱼肉，一直在丢一直在丢，我操，把生肉丢了，等一下等一下，马上去干日本人，等一下，哎呀，这个你妈这龙厉害啊，这些单子送的一个小屁股，这些单子加3000啊，这攻击力3000够了，然后血量就狂堆吧，血量加到10万，把血量加到10万，3000攻，然后血量10万，就这个属性。前面一个牛龙，秒杀，你们信不信秒杀？哎，我觉得这个2800的攻击力也够了吧？2800的攻击力，441级。什么鬼，谁被杀了，家难道家被套了，家被日本套了啊，不是老外是日本人，哈哈，巨马三口，我操，巨马三口，我操，真他妈屌，巨马都三口，算了，不加攻击力了，加点血吧，加点血，妹子把吉贝龙带回家，这边你没有了，可以操日本人了，可以操日本人了，这样吧，把带回家，那个咱们再出来训两头吧，训不训呢，我感觉那个我这个龙可以升到400多级，跟那个老外龙一样，老外他们也是顶级龙，他们顶级我看看了441级的，他那个没有我好，我这个还没到顶级，应该跟我这差不多，跟我这差不多，不中不加了，加点血吧，
这个是谁的？这个忘词，这个巨兽门谁的？老外的吗？日本人的吗？巨兽门谁的？嗯，咬不了，实枪咬不了，还是等南剧咬这个东西。雕血，雕血，雕血，只能南剧咬，只能南剧，只能咬木头的。后面全部加血吧，2800的攻击力完全够了，巨马都三口啊，巨马都三口。这不掉血了，吉布龙是水下的，对，水下的，水下就厉害了。你们不要看路上那么慢，因为在内陆，就是在内部大陆啊，就是不能完全发挥这个吉布龙的实力，不能完全发挥吉布龙实力。但是在外陆，哎，我操！等会我们去操日本人的时候，你们就知道这吉布龙速度到底有多快了。等会我会去外陆，就是去外海。等会你们看，因为日本人都在外海。好，我先拿包烟。啊，不是电脑问题，它这个日本服务器有点问题。它日本服务器有点问题。昨天倒是好好的，天天妹子你为什么没掉线啊？嗯。因为你是北京的，是吧？嗯。北京网络怎么那么好呢？哦，吉布龙需要回个血。啊，我觉得为了保险起见，我们可以把吉布龙练到顶级。然后喊人练级吧，三个吉布龙，喊点人练级，出声练级。喊人去练级，把练到顶级之后，顶级的话半个小时吧。谢谢小梦送的，谢谢 A 梦送的小皮皮，刚好等会抄家的话，就跟我了。找个人练，盖爷啊，去盖爷操山啊。盖爷练的话，妹子什么时候回家？什么时候到家？啊？翼龙小分队。哎，我操！别叼我啊！干什么？盖子干什么？你叼我干什么？不是，我问你，你叼我干什么？啊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杀人了！哎呀！怎么了？日本人是吧？啊！全部骑上龙，全部骑上龙，干日本人，干日本人！快，这边这边全部骑上龙，干日本人了！我们龙被日本人杀了，快快快！死的那只，就刚才，我见你的，对吧？那个蛤蟆，快走快走快走！翼龙来，来翼龙，刚才那个位置，驯龙的位置。那日本人骑什么呢？在骑什么？我不知道，是421级的。50-50区域，50-50区域，50-50区域。你把那只蛤蟆留在哪儿了？我刚才训这个龙的地方。啊，那就应该在那附近。谢谢饮料送的大瓶。小婊子。来，快快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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快！哎，全部骑上吉贝龙，天天妹子不要骑海鸟，去吉贝龙。吉贝龙没有安。我有安，我这边有安。骑上之后加属性，加血加攻击回血。你再往这边带，你往这边带，我往这边来。嗯。兄弟们，骑玉龙，兄弟们，骑玉龙，骑玉龙。
刚训了两只鸡巴了，龟速啊，那不然呢？啊，这边不适合，这不是我的战场，外面就是我的战场了，没办法。我也没有办法啊！一龙队呢？日本人都欺负过来了，怎么还不反击啊？干他妈的！龙死了我去，没事，再给你们去。无所屌位啊，无所屌位嘛，对吧？不要怂，干日本人就不要怂。这日本人又来了，快点！妈的好，哎呀，我操，这速度，我尼玛！这边下水没有用，我刚下了好几次了，没有用。那个霸王龙是不是日本人？啊！干他妈的，看好了，哦，干死你！霸王龙是不是日本人？是不是？空地青蛙？是呀，树根。啊，是树根是吧？树根，好，女人呢？听见没的？我在你屁股后。你在我屁股后面啊？我看到了，怎么绕过了呢？我很尼玛。其他队友呢？估计呢？包皮王呢？宝哥呢？忘词了，怎么都不见了？啊！带着脊背龙，拿我身上的鞍，骑脊背龙，别骑你的垃圾翼龙啊，行吗？你这个龙有啥用？我脊背龙有什么用？我尼玛，你信不信？你把这翼龙放生，我就咬一口。你信不信？你翼龙就死了，你信不信？要不要赌一把？啊？你信不信？我就咬一口。敢不敢？来，阿七幺的，来，你把它放生，我咬一口，来，给我咬一口，来，那谢谢 A 木送的一个小屁股，谢谢。今天妹子骑上了吗？这老鹰谁的？这老鹰，空气青蛙。骑上了吗？你骑那个炮灰大号，对，炮灰大号。然后那个炮灰二号，炮灰骑上了，对，霸王龙，要不天天妹你骑那个霸王龙，要不你骑我这个吧，骑我这极品的吧，我这极品的，我去骑那个霸王龙好了，你骑吧，日本人在红色方舟，霸王龙是你刚训的吗？霸王龙。我认领一下，这什么？霸王龙就快多了，但是属性的话就完全不如脊背龙了啊！啊，这个毕竟跟这个神兽比还是差得远。攻击力630，还行。28/85有风神啊，风神翼龙啊，风神我们这，哎呀，我们这都是，哎，不是空军啊，不是空军。大爷，你要干啥？那先停回家来，带一波翼龙，干一波风神来。呀。来，带回家，把这三个带回家，四个带回家。吹一下，全体跟随，啊，全体跟随。啊，走，先放家里面，我们用空军打。你操那日本人，空军是吧？风神是吧？日本人在红色方舟守着打你们的家，好，马上来。所有基友骑上翼龙啊！所有基友骑翼龙。他那风神是不是包了？是不是昨天就是我打的那个风神啊？是那个吗？
是那个风神吗？就喜欢骑个风神扫。哎，包是吧？你看看有没有包那个驾驶座，那样可以叼人。我要有没有包驾驶座，这些火先把龙关起来。哎呀我操，先把树给砍。哎我操，卡住我了。他包家师住了，家师住了。包皮王呢？包皮王怎么不见了？包皮王啊，谁能帮我把这石头给刨了？霸王龙，哎，忘词骑一下霸王龙，忘词骑霸王龙。哎呀哎呀哎呀，等一下，你怀疑就他妈没日本人，主播在骗你们，这是日本服务，日本服务器，你来句没日本人。昨天我就抓了三个，昨天我抓了三个，我一直在驯龙，没有去干他们。这些尘，等一下啊，等一下，哎，谁能骑一下，谁能骑一下这几倍龙。谢谢 A 梦送的小屁股。我把全部吹压了。不是，你说昨天那么多队友怎么没有看到啊？你发现三个日本大本营啊，三个是吧？还有大黄跟红 QQ 呢？有没有做 RPG 啊？有没有做？天坑不是福吧？天坑还有火山口有一个，两个日本人部落，两个日本人大部落。那日本人不会玩，垃圾。谢谢我们的脉动瓶口放不下送的一个小屁股，我就放着。你们想看一下日本人部落吗？啊，我可以骑个翼龙带你们观摩一下。火山雪山中间有一个100多个加特林，火山跟雪山中间还有一个100多个加特林是吧？都是100多个加特林，每个部落都是一个的，他们只有加特林没有带食人花，他们没有食人花，那样的好搞。谢谢悠悠小白熊。我家旁边有老外骑着霸王龙，日本人是吗？哪？骑着霸王龙。谁他妈找死啊？老外就喜欢霸王龙是吧？来帮我开个门，帮我开个门，包皮王。我他妈开了好几次了。好，行 ，OK， 来，全军骑上翼龙，换空军，换空军。全军骑上翼龙，全部哎，还有海鸥啊！我操，这刚出的。等会儿我那被拉了嘞。哎呦，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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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挺萌的嘛，哎呦我操！刚出的，刚出的啊，挺萌的嘛，啊，可以的。全部骑上翼龙，全部骑上翼龙，全部骑上翼龙。翼龙就这么点吗？就这么几只吗？啊，翼龙，就这么几只翼龙吗？2000的血啊，封神一口就死了，大兄弟啊，2000的血不够的这个服务器。这个服务器最起码10000血，翼龙最起码加到10000，体力移速也够快，2000的血。我看一下入海口的位置是吧？
红树林有个原住民的部落建了一个树屋。啊，原住民那是日本人，那是日本人。日本人骑了个霸王龙。好吧，战神，战神给我骑一把。哎，你妈，这是今天晚上我训的最大的收获了，我操！难控的啊。什么叫移速？你们不很想看一下水？你们不是很想看一下在水中的速度吗？你们说路上差，这速度，我操！哇、哦，这移速好快啊！我操，这移速！哈哈哈哈，这样咬吧。哇，这移速好快，好爽啊！哈哈哈。啊，谢谢浮生醉送的大瓶。哇，我操，好爽！这齐白龙还有呼吸值啊，显示。暴龙要死！我操，你还敢咬船啊？有意思。别动，别动，别动啊！你们基友别动，基友别动。暴龙要死了，我再咬两口。这你妈，这移速太快了，我操！好卡！来，撸，直接暴龙，因为他日本人就要干他，日本人，我只是想干日本人啊，很贱啊，很他妈贱，谢谢哈哈。有机会凑他家，我怕什么？我怕蹭完他家之后，他家什么物资都没有啊，就怕这一点，别的都无所谓。去翻布鞋，要死了！我又跑，我操，还跑！我让你跑，我操，让你跑，我让你跑，接着跑！你看400级的霸王龙真难咬，440的霸王龙，440的霸王龙就驯化的话。这你妈起码200多级，起码200多级。好，我让你跑，再见。我告诉你们，这个鞍肯定很好，这个霸王龙鞍肯定是极品的，肯定是极品的啊！看好了，等我杀的一瞬间，肯定有很多装备爆出来。啊，再来两口。再见，要死了！这个符加特林没有用的，加特林打龙没有用的，这龙属性太高了，都400级的。干死他呀！快点干死他呀！咬呀！你没看到我在咬吗？难道我没咬？小心点，死了！死了！帮我捡一下，帮我捡一下包。看着呢。我看捡下包，我看一下包。啊，对，天津啊，包呢？包呢？包呢？估计啊，包皮王包呢？大型动物粪便，什么鬼？包、哦，啊，我一口失手咬死了，他这个太卡了。没有，我一口把它咬死了。是不是到深海了？啊，有深海了，不可能。我看一下啊。今天你别下去，今天要死啊，淹死了一回。没有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
啊，没有。我不见。我操，这个龙安肯定很好，这龙安。龙安肯定很牛逼。你这个你血量还没回满啊，59000的血。血量没回满啊。而且有一个问题啊，就是我他妈这龙没加经验值，我操！有这么难毁吗？这个枪？哎，风神来了没屌用，风神在水下打不过的，把翼龙吸走，把鹰吸走就可以了。这个、血量根本回不上来的，根本回不上来。血量回得上来，但是你要看你们耐心啊，看你们耐心，慢慢吃啊，慢慢吃，慢慢吃。200块被一万血做完。啊，加特林打死啊！对啊，有问题不知道你加特林打龙输出多少，打龙有多疼？你大概要个制组200肉，6000个肉，把它喂满。用暗箭精灵1分钟回满，是吗？安倍晋三啊，是吗？用暗箭精灵吗？暗箭精灵有那么快吗？有那么快吗？你都过来，我带你们去个地方，带你们去个地方，带你们去个地方。封神没有用，都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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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乱石岗，都来乱石岗，都来乱石岗，乱石岗啊，乱石岗。这是海鸥吗？哇，这上面这么多海鸥啊！来乱石岗，金矿洞，金矿洞，金矿洞，他们人进来就杀，人进来活捉。封神没有用的，封神就垃圾遇上火龙。哎呀，这符没火龙啊，大兄弟，这符最牛逼的就是封神了，最牛逼就是400级封神。就比如说你在看到一个野生的200级的野生龙，200级野生龙就最厉害了。海鸥是可以训啊，训了一只。海鸥感觉没有想象中那么好看啊。妹子，你喜欢海鸥吗？妹子，喜欢。喜欢啊。嗯。在吃东西，嘴巴含东西了。你说花牙。啊，花牙啊，是刷牙吗？嗯、是吗？啊。刷牙啊，6100的血。暗箭精灵1分钟回满，我操！暗箭精灵含着不明物体，那含着什么呢？啊，那含什么呢？啊，这小日本。我在海里找了两圈，没找到霸王龙的包。两圈，哎，没找到就算了吧。没找到就算了。哎，你怎么死了？被淹死了？因为淹死了吗？我操！你妈，这也是个日本家，这也是日本家，包在我龙身上，不可能，那、不可能，怎么能在龙身上呢？啊，那是智己人家是吧？是吗？你智己人家，你偏你们打个中文呢、写个中文什么的。他那个，他们说那个东三有一个家是吧？东三东几啊？是东几？东几有个家？在东几？我先把那家清了。谢君子王心。东二，哦，东二。近藤五藏在南三，8568，近藤五藏是吧？南三。我马上到南边。
没防御的铁房子啊。你们谁有木炭啊？月球，月球啊，啊，月球啊，月球，你那个，你帮我搓点 RPG， 我先凑两个家。日本人开着加特林船在老家附近，有两只风神，其坐骑的都不要来，他们想守株待兔。加特林船，他们一瞬间搞出加特林船了，这么牛逼啊啊！这日本人，谢空空。乱石港还有一个日本部落，到处都是日本人的房子。你主要是捡物资太显眼了，我马上到乱石港。你们没有，我没有那个，没有木头，他们那他妈石头房子我也咬不动，真是，我也杀人还差不多，只能杀人啊，这龙。49、90也有一个，我都没有，我今天晚上都没有看日本人家，我都那妈一直都在驯龙。驯龙想干个旁边的原住民，结果那妈的火山上面来了，他妈骑那么多风神，我操，奇了怪了。阿杰，你带 RPG 过来找我，来，过来找我。天天妹子要床吗？给我给你做。我看这是不是日本部落啊？是就摧毁。这什么玩意？巨蟒，两口一个。啊，这是我们的巨蟒，我说怎么咬不动呢？我操！40、60有日本狗。龙不是没血了，龙回不上来。很牛逼，抱抱。这个一看字眼。这个大房子什么鬼啊？有一个金龟小次郎的家，估计很有货。金龟小次郎是吗？金龟小次郎。金龟，那个金龟小次郎在哪里？今天给日本狗杀了4只老鹰啊，啊！那金龟小次郎在哪里啊？东二吗？东二吗？是吗？啊，金龟小次郎防御做得很好是吧？你翻一下，你翻一下，你看看，你看看。防御倒没事，防御倒没事，也放好破掉。金龟小次郎，我马上到乱石港，马上到乱石港。那个阿杰过来找我，阿杰带 RPG 过来找我。我没有什么吃的，我看到了乱石港这个日本人是吧，那就操一波。金属房里面有东西，好好，一路全他妈操了，一路全给他们操了，一路全操了。大腿肉生肉300，出的嗯，我熬不住，那个，你我先睡了，你也别看了哈。睡吧，你晚安。晚安。加特林没事，急停，急停，急停，加特林。你回不去啊？多少停？等一下，我看一下，我看一下，等一下。
哼，有张特林，我管他妈逼有没有张特林啊！来，直接破张了，直接破张了，给我两，给我四发 RPG 就行了。我你妈，可以搞，这个五分钟。子弹那五子弹。啊，那我进不来。老板 RPG 送过来没有？这回来没有啊，我就过来看看。你没有，你过来看看。过来看什么啊？过来看什么？一直跟着你的。你跟着我的。他们封神朝我们这个方向来了。他们封神知道我们位置吗？他们封神走。做木棒子，等会下来吧，乔云。我先破这个家，进家。他们有府主。对。知道我们在哪里，是吗？是吗？那他们府主怎么不封号呢？啊。好吧，船摇了。我传谣了，无主是吗？我来拉一下啊！我进魔王，后面老鹰。他妈这船好像掉不了血啊！不是这个，有这个好的。掉血吗？看一下来，估计进行上送的一个大血瓶。没有血，没了。有可能你把那个日本人打晕藏着，他们骑风神直接过来把你咬死了。把日本人打晕藏起来，他们就不封号就行，管他妈逼的，不封号吧，只要不封我们号，对，陪他玩啊，对吧 ？GM 是吧？随便。这个剑齿虎谁的？拉呀！啊？把龙放我们家，没有家，还没做呢，还没做家，我准备在山洞里面建个家，山洞里面，等我报完这几个家，把这个日本人全操了。他们那个封神，他们那个封神都是用那个符主刷出来的，他们封神用符主刷出来的，不管他们刷不刷，只让他们刷。你这样的，你把他们邀请进来。咱们邀请进来，然后这个老鹰认领一下，让他们刷，没事。不封我们号就行。那个老鹰分成一家，对对对，谢谢小虎牙。来，上车了。没事，阿杰到了吗？阿杰，给我 RPG 来 ，RPG 放我一龙啊，放我这个龙身上，放我龙身上，放。那，来叶修骑这个级别龙，叶修或估计骑这个级别龙，让一下，我轰这个门。轰这个门，骑龙，一龙，不骑吧啊！把龙骑上。银龙杀了，他里边银龙杀了，杀呀！
建这么一块，就是一楼，是吧？让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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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让路。他们没有加特林，这个家。食人花坐的位置都脑残，别进去，进去火，别进去，我换 RPG 呢。OK， 他们这房子小土包都没有。最后一发，他们里面绝对有加特林，绝对有 RPG。开了，不用丢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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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，楚大粉，那你们的枪，这个门旁边还有个技术门，那个技术门里边有他们的丑。一龙进来卡位，一龙进来卡位，这日本在家，这日本在家，操他妈的 ！Hello， 萨瓦迪卡 ，fuck you，fuck you 门。Fuck you, Japan！ 出来，出来，出来，都出来，都出来！我去轰，去轰，我去轰，我去轰！估计这个棒子给我，估计这个棒子给我，别在我面前晃，别在我面前晃！喂？这棒子给我！谁有手雷？给我三颗，这里给我点手雷，谁有手雷给我，手雷给我，这边，把手雷给我，这哪边有啊？先，操，掉线，谁有手雷，给我手雷。